8月16日，为了欢迎服完兵役的陈以如回归飞轮海，以及小师妹刘丽扬二度来台宣传《我就是这样》，飞轮海的另三名成员汪东城、炎亚纶和吴尊昨天特地举行羽球赛为二人接风。哇哇哇，前天刚退伍，陈以如今天出现在大家眼前时，很明显的黑了一圈，而且又瘦了一些。对于12天的军中生活，陈以如表示很好玩，交到很多朋友。军中的便利商店有卖飞轮海代言的 CC Lemon 和泰山仙草蜜，每天都有人会拿着这两样产品请陈以如签名。陈以如笑说：“这12天我大概签了500瓶吧。”我真的觉得那个 CC Lemon 那个代言厂商真的要就是再帮我们加一点价嘛，我在里面大概签了500瓶吧，说真的。不过当兵有苦有乐，最让陈以如不能适应的就是炎热的天气，对于被剪短的头发也耿耿于怀，所以采访了现场始终戴着帽子。陈以如还扬言926的演唱会会向歌迷展示他的光头，歌迷想必一定很期待哦。去以后整个是金光，就是剃完以后，就是我看镜子都有一点要戴个那个墨镜，真的太亮。好啦，就是、转，给人家看后面好了啦，稍微一下，好，稍微一下。哇，有啊，好短、啊。你们看到我的鬓角应该是最长的部分吧？对啊。然后到时候枕头好不好？926香港第一场演唱会我就光头见人了，好不好？